接下来的节目是文艺金像奖专题，今年第57届了 The 57th Golden Statue Award for Literature and the Art of the Armed Forces。 林伟，你有准时收看吗？当然有啊，我可是整场直播从头看到尾，只能用目不转睛来形容。还有看到冠中学长的 live show 和上台领奖的画面，真的是太精彩了。谢谢你的赞美，其实当场真的有点紧张。今年的表演节目还有星战大队 Enjoy 乐团和几位励志歌曲获奖的一同演出。那林伟，我来考考你，今年文艺金像奖的甄选主题是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是飞跃百年，再创黄埔荣光，对吧？哎呦，真的是有在认真收看呢。除了得奖者各类型优秀的作品外，在当晚的 Award Ceremony 上还有许多亮点。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回顾典礼的盛况吧。今年国军文艺金像奖来到第57届了，可以看到堪比双金典礼的设计。文艺带给一般民众美的憧憬，而带给军人的是对事的执着与善的坚持。走过了57个年头，大家知道军中艺文的历史吗？民国38年政府拨迁来台后，深知要建立民心士气的重要性，因此发起军中文艺克难运动，是军中推动文艺活动的缘起。从39年起，国军便开始透过军中报刊、电台广邀知名学者作家，以座谈的方式指导军中爱好文艺创作的官兵从事文艺创作。民国40年号召国内艺文界大师走进军中。民国54年于北投复兴岗政工干校召开第一届国军文艺大会，广邀军中与文艺界600多人与会。会议中通过了国军文艺金像奖设置规定，决议举办国军文艺金像奖竞赛，正式开启了国军新文艺活动。今年允文养心，允武练力。允文允武是推动军中文艺最重要的目的。每一位参赛者，不论是军中的袍泽，或是来自社会每一位支持国军的民众，都酝酿着独一无二的文艺创作，刻画着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专题节目，感受现场热闹气氛的同时，也见证在秋夜星空下所举行的荣耀盛典。部长好，就是要让在座能够感受到一个隆重的盛会。你在我的胸口，永远以军人为荣，要成为时代的英雄。用力大声的嘶吼，让和平与感动不会寂寞，到很久很久以后。大家观赏完开场表演，台上演出者可是本届励志歌曲获奖者，绽放自信勇敢的军人特质，用音乐带来鼓舞人心的力量。眼球是不是都被现场的气势给吸引住了？国军文艺金像奖在同样的典礼，同样的地点，但是今年场景与规模更胜以往。我们特别访问到国防部政战局文宣处处长，来谈谈这次国军文艺金像奖典礼突破以往的创新表现。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文艺金像奖搬到户外来办，我们是希望让每一个得奖者能够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我们近年来把国军的创作跟艺文的创作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国军文艺金像奖这几年做出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是将我们大荧幕，其实是我们的平常的文宣车，它是我们的装备，但我们就把车子运用在这次的晚会上面，以及我们光部也有军事训练役的服役的弟兄在这边，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们过来。我想这些军事训练的这个年轻人未来都会回到社会上，我们也都希望借由他们到社会上帮我们军方做一个，国防部做一个最好的代言人。我们用艺文最软性的力量，走入民间，走入学校，走入社会，把军事的元素跟这个爱国的信念像种子一样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大家好，我是军事训练营182T 的训员陈灿，那蛮荣幸这次能参与到这种一年一度的文艺金像奖国军的，那也是刚好在受训期间有机会遇到，是真的蛮特别的一个体验。我想法跟看来的同仁一样，就是说，能参与到这种很不一样的、很特别的事，这是在一辈子也是难得体验的。国军文艺金像奖，赞！赞，那是有多赞呢？现场的 LED 大荧幕，大家应该没想到是国军装备星战文宣车吧？高度的机动力也展现出我们新时代文宣宣传的新能量。大家别以为只有这样哦，今年主办单位有很多的小巧思，建筑物上的投射灯有今年主题的允文养心、允武练力，还有精美的节目手册以及纪念品。93军人节的军事风可乐果和联名矿泉水，也考量了现场会有很多家属一起共襄盛举，精心准备了限量公仔要送给大家。每一个准备工作，每样物品都结合在颁奖晚会上，十足展现国防文宣能量。本年度的文艺金像奖，国防部为庆祝黄埔建校100周年，特别以飞跃百年再创黄埔荣光为主题，创作类别十分多样化，美术类以国画、书法、西画、漫画、摄影像，文字类以报道文学、短篇小说、短篇剧本，多媒体类以微电影、形象广告、军事新闻报道，设计文创品设计、军事模型设计，音乐、军事歌曲、励志歌曲。除了类别多样，创作内容也十分多元，不单单国军组以外，在社会组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参赛，透过军民交流的方式，也激发了官兵创作力，展现丰沛的国军艺文能量，发扬部队精神战力。现在我们赶快看看获得优选的作品以及获奖者吧。优选奖，报道文学这方面的写作的基本的前提，就是如何将新闻故事我们讲所谓的题材，能够很真实的，还有很生动的表达出来。今年的作品确实比去年还更加进步，更加有发展。明年的金像奖这方面来讲，我们希望更多的官兵拿起你的笔，只要你肯写，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呈现，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你生活的周遭里。我这一次创作的题目是《百年繁华：一位被遗忘的将军》。那这位将军呢，就叫做樊谢华，他是第一个开创就是国军示范乐队啊，然后从筹设一直到现在的，等于是我们台湾军乐的一个推广跟发想的一位将军，就是他心系公务的这个精神哦。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跟感佩。那我觉得这个精神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角色，即使是投入艺文创作为国军的艺文发声，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今年的美术类参赛作品都适切紧扣着黄埔建军主题，例如作品《军魂永存》就透过色彩、构图写实地表现出黄埔建军精神，也同步加入黄埔校旗还有官兵训练画面，是一幅切题度很高的作品哦。在文字类的作品就让我想起了握笔为枪这句话的意涵，如果您有动笔或是打字的经验，您就会发现说好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国军的艺文尖兵就是能够透过短篇小说、报道文学与剧本等创作，让大家更认识国军，了解军人的情感和精神。刚刚看完了优选奖获奖者，开始进入紧张的气氛。金银铜奖落谁家呢？那就赶快来揭晓铜像奖吧。铜像奖，
国军这个水墨画，它一定有一个团结力量，有个战斗力量，还有一个呢实践的力量。我想，我们在评审的时候就发觉说，真的和一般的纯粹艺术是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也期待58届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组，这个也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因为国家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利用艺术表现呢，来达到我们的一个软实力的力量。哦，这篇的书法创作是以李金贤少校写的《守护军歌》一曲，那里面主要就是说到我们国军救灾、建军备战等等的一些相关字词。因为这次创作非常的特别，是我小朋友这次出生，然后在写的过程中不乏缺乏哇哇的陪伴声，所以把它的脚印落在主题之中，象征我们国军外还有传承的意念。说起了军歌，大家最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是哪一首呢？其实每一首军歌不仅唱出每个时代的故事，同时也凝聚并且提振了部队的士气，让官兵有力量面对挑战。银像奖，其实音乐跟歌曲的力量是很强的，也许一首好的励志歌曲就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国家的信心或是更团结起来，所以大家其实觉得这个创作背后不只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它也许在这个上面是有 更大的意义在背后。因为跟前几届比起来，我觉得这一次的乐风其实明显比之前多元许多，之前可能就是有偏民谣的，然后偏摇滚的为大宗，那这一次就有听到一些嘻哈的感觉的，然后也有听到一些像是电子 EDM 感觉的风格的歌曲，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大家开始想尝试不同的编曲或者是音乐元素进入这个励志歌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是音乐类别的布朗泽，这首歌我们加入了许多海军的元素，像是一开始的海浪声，还有我们的下潜、碰撞、备战等警报器的元素。我们注入了许多海军战斗的气息及各项的特色，最后我们再以海军是最勇敢的这个口号添加我们的这个气势，再以强烈节奏感的小鼓带这个胜利的结尾作为一个收尾这样子。那如果以后像是有什么直升机的那种声音啊，我们将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非常去尝试看看这样的创作这样。第58届文艺金像奖我们要来喽。今年的参赛作品也都发挥了传承与创新的精神，让军歌能够持续发扬传唱。在慷慨激昂的同时，也要特别来介绍一下，今年星战大队的同仁们特别制作了一则动画影片，这是运用 Q 版的绘画方式，搭配本届励志歌曲得奖作品，结合国防自主政策所制作成的影片，我们一起来欣赏。下潜，下潜。双车进山多一阵，主力发关闭锁定，主力发关闭锁定。海军舰越南为海疆过境，狂风暴雨始终毫不畏惧，双舰美好家园和平待遇，国军最忠诚最强悍是我们 race。我是星战大队国防自主武器 Q 版动画创作者代表，我们想表达是国军从南到北全方位的守候，而其实动画主角不只是代表我们国军而已，全方位守候也可以是任何人，就像动画里面一样，即使军种不同、角色不同，也不会因为这些不同而有所改变，相信这种坚定的信念才会有我们现在这种和平稳定的生活。刚刚的 Q 版国防自主动画影片是不是很可爱？国军透过文艺金像奖跟艺文界产生了连结，也培育出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国军新文艺运动也早已成为了台湾文化艺术的一环。而在与时俱进的精神下，多媒体与设计类也是近期热门的项目哦。国军不仅跟得上时代潮流，也提供民众新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凝聚军民的向心力，鼓励更多人来投入创作的行列。好啦，不卖关子，重头戏要登场了，让我们来揭晓第57届文艺金像奖及团体总锦标奖，获奖的是金像奖数位这个摄影机已经进步很多了，那大家都是有一定的水平，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先能感动你自己，然后观影者才会被你感动。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你只是为了交代而来投稿的话，我觉得那个作品的诚恳度或真实感会打折扣。甚至于说，我讲说星战不是说只是针对敌人，而是要甚至于同袍都要在你的影片传递出去以后被你感召，了解国防还有国军在做什么。前进深渊，那深渊代表的是就是一切不管是任务还是训练，就是未知的一些挑战。契合这次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一个冒险泛滥然后团结一心的表率，那也是希望透过这些影像来呈现官兵这些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团体总锦标，没错，今年又是由陆军司令部再度拔得头筹，恭请陆军副司令上台领奖。透过年度艺文飨宴，无论是军中的袍泽，或是来自社会各界支持国军的好朋友们，所有获奖者能上台领奖，无论获颁哪一个奖项，都是颁奖典礼的主角。颁奖典礼是属于你们的。我想我们后面的路还很长要走，今年第57届，以后一直办下去，我想对我们国军同仁在精神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军中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家庭。我想我们金像奖，尤其颁奖典礼当中，大家特别能够感受更加深刻，我想这种气氛可以经常保存，经常能够展现出来。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参与，谢谢。谢谢部长。不论您是军人还是民众，你们看到了每位官兵弟兄姐妹们在第一线捍卫中华民国的辛勤付出，用自己擅长的形式传达了官兵更爱国，国人挺国军的意念，运用作品凝聚向心，传递力量，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国军始终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尽忠职守，未来也要继续用文艺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守护家园。我是庄慧琪，我们下次见。